生问过我说，当你达到了之后，你的人生的梦想就达到了，那是不是你就没有梦想了？可是事实上，当我达到了之后，我还会想要再说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祷告神说，我还能够做什么？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往这方面走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掉这个梦想，这个目标。从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就很确认的知道说我想要走这条路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其实在一路上，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，你这个没有用啊，这台湾没有用啊。其实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的给你一点小小的打击。然后一直到毕业之后，真的开始考试的时候，开始要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没有考上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打击是真的是蛮大的。有时候我都会想想说，哇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管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跟有信主之后，其实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放了20几年，在没有达成之前，真的是永远都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，然后不知道哪一天会达到。所以就算是失败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就是祷告，开口求神就会给你，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。在不知道的过程中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它都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丰收呢，它比较像是一个在爬楼梯，然后楼梯一阶一阶的，那丰收真正呢就在楼梯的最上方。